现在拍摄恩爱农场第二拍，我现在要从这个最大片的拍照区来到这个樱花隧道。下面都是人。雨晴之锤，这就是雨晴之锤，之锤音。因为这里就是樱花隧道。好多人在这排队啊，前天来都不用排，前几天。这是要到这个展望台，这里拍。礼拜四来过，好，